老老嫂子有啥辣椒籽拿到眼洗到掌上还有啥不要塞子了大哥你能不能借一点钱我这是小白经营有多少钱我只借一点天天还给你你一分钱也没有拿上还我的你想让我拿啥子还给你有多少五十这么多这我要卖多少货的那算了吗嫂子我老婆管你啊你看私事行不行